波风台参数沿着台湾东部海边继续上发，整个台湾拢伫暴风圈范围。气象局预告，过道的雨势会搁较明显。彰化市安溪路顶个月初因为大雨，路面崩起，还未修复，即阵风台过来，予当地居民真烦恼。由于恐怖攻击事件今年满二十冬，纽约西部大楼遗址依照旧例举办类似仪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九月十二公司中道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参数风台扫来台湾，昨南苏半暝透十七级的强风，也传出有砖头停电的消息。苏澳花莲部分往来的路段封闭，今日宣布停班停课管制，包括双北、基隆、桃园市的复兴乡、新竹市尖石乡、参五峰乡、高雄的六股架山、木林、桃园、纳马夏。以及宜蘭縣、花蓮縣甲台東縣，灿烛风台头先就到南苏，十一集末了后，风大雨也大，瞬间阵风十七级，红头村熊熊停电，另外台东、台埔、台寮村工作已经有风声撤离，苏花路人十二饭店开始有警线封闭，台九顶线、河中甲河前路段全面封路，面对来势真强的风台，各单位都唔敢大意。屏东山区也为十一下晡出现阵雨，民众扎简单的行李准备落山，村长甲警方也来劝离居民。入暝了后，风雨会搁较厉害。来义乡、来义川、二林村、中丹村148人下晡两点进前优先劝离，下晡五点强制撤离。下午两点，大概就要发布撤村，就是撤离这个村庄，然后五点他们就会做一个强制的。啊，这个需要时间，就是让他们回来能够整理东西啊。没有放弃就没有下来了吗？气象局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再发，十一往返小琉球甲东港的东流线也为下晡一点过后停航。今天，本来今天要去浮潜的，现在没有了。我们大概提早半天啦。对，原本下午，但是因为下午的船班停止。因为实测风力允许的状况，我们希望把滞留在琉球的旅客能够运回来，所以今天加开三个航次。高雄桃园区进行因为大雨冲海去的明白七六九，虽然变道抢修了后开放通车，不过也受风台影响有经常封闭，雨量预估会有400毫米，居民赶紧补强房舍，几乎确认这物件会有三礼拜量。9月11号下午1点半实施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于9月14号早上7点开放通行。台北市五股落雨集区在文山南港甲阳明山区，市长官们在十一暗时也视察地方第一甲清沙土这相关的作业。十二全台停班停课管区有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复兴区、新竹市、尖石乡、五峰乡、高雄六股区、甲山区、木林区、桃园区、纳马夏区。宜蘭縣、花蓮縣甲台東縣交通方面，代替全线十二正常營運，代替部分列車正常駛。東部幹線有部分路段停駛，會看風雨情形來處理。記者綜合報導。灿烛风台为东部海域上北行，华东目前出现部分的灾情。南苏因为透十七级的强风，出现辣椒停电，也佮有工料损害。伫台东富光渔港有帮无好海燕更起。花莲吉安是树仔去跟著轿车，那目前代替东部线的对河列车是全部停驶。南宜开元港外侧海岸惊涛骇浪，灿烛风台来袭，南苏阁出现十七级以上的阵风，造成770户停电，电力通信都中断。居民规暝拢听到风声咻咻叫、铁皮啊四界飞的声音，而且一看，未少工料倒倒去，道路四界人看到断去的树啊，阁未少石头。目前有巨大的落石啊，挡在中央，目前还没有处理。台东嘛，规暝无平静，市区的这搭面体阁出现树啊，被大风吹倒去。风大硬大，富冈港的布花工程毛包嘛，位悬的所在落落来，然后就被浪打下来吗？还是应该是浪打下来的吧。
灿树一直往北平来耍动，花莲嘛传出灾情，吉安乡的巷仔内大半暝发生大约十米高的树啊倒去，跌到边仔的轿车，造成头前的玻璃碎碎去，车也嘛溺水。现在乡公所人员嘛到场来协助移除树啊。像两三点了吧？有巨响就对了，听到砰一声啊。也在华人海边游玩应真大，管道一九三嘛出现几落大崩起甲树啊倒去。目前为了安全起见，苏花公路继续关起来。不过一透早就车辆排队等伫崇德管制站，只是公路估计要关到下昼四点。住伫附近的和平居民安尼无法度回去厝。要回家，他进得去吗？进不去啊！那怎么办？我们那个村长死掉，我本要回去看了。等多久了？等快半小时。啊，如果他一直不开放怎么办？就可能搭火车北上了。要改坐火车嘛，需要阁等一下。会在华联的车头空爷爷，各时牌顶头显示所有列车拢停开。根据台铁公布，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华东到台北停开到下昼5:55，台北到华东停开到下暗6点。提醒乘客出门的时阵，先问列车运行的情形，以免白走一撮。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安溪路顶个月初，因为连续大雨，路面崩起，边仔面体也受到损害。但市公所干那用塑胶篷布盖掉的，也未进行抢修。即阵风台过来，嘛予当地居民真烦恼。八月初连续大雨，予彰化市北瓜山区的安溪路591号道路被掏空。虽然市公所紧急封闭道路，也特地两户受到损害的居民，不过过一个月，放弃的路段也是敢若有铺着塑胶篷布，无进一步的防护甲抢修。即马又搁有风台来，予当地居民真无安心。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住在这边，能够安全的话当然是最好啊。公所这边他也是有在做，这种就是要相关处理的方式在进行了，只是还是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发包工程。当地居民表示，因为该巷道嘛是连门的爬山路线，虽然道路已经有封锁线，但是有不少民众嘛是直接行过，都惊发生危险。而且若是搁再有大雨，放弃的面积嘛可能再扩大。希望市公所会使赶紧进行抢修。现在现场已经盖上环布，避免水雨水又冲刷哈，造成更大的灾害。那另外，我们也向水保局提出计划哈。这个是属于比较大的土木工程的经费计划，所以一定要由水保局来处理哈。彰化市公所表示，因为放弃的地点属于山坡地，目前规划向农委会水土保持局争取经费来登记。目前初步经费需要1500万，希望会使伫咧明年雨季来进行完成登记。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湾州乡中鹿村的浑水岭部落，为爸爸洪灾了，当地土质都真无稳定。这边拄到灿树洪灾，公所参相关单位唔敢大意，才开始撤离40位居民。桥坑的土坑自动冷气较低所在，另外一户就是厝内的地板下陷超过10公分。外面的马路毛关加差，这是屏东湾州乡长乐村浑水岭部落。爸爸洪灾了后，土质是无稳，只要大雨就可能出现着土石流。我们家附近啊，然后马路啊，都有很明显的，就是有裂开啊，有一些坡度啊之类的。坡到现在都还没下完。有知道要搬到哪里？知道，嘿，有知道，哎，都已经用好了。嗯，哎，只是等他们说要快点呐、不然很不方便。今风雨会真大，江苏是撤离着40位的居民，拜六暗时就已经困伫温州各中。居民讲为着安全会配合，不过大家若落大雨，就要安置，也是感觉非常不方便。饱和水饱和之后就容易滑动，所以它危险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它有一层泥土。一直到这个边坡这个地方都在滑动，所以上面那几户的房子也是裂开了，也都是地板都是裂开了。乡公所表示，当地地质无稳，只要有大雨，河湖顶顶的土壤就要拆穿。居民希望的迁迁虽然伫咧民国104年已经申请，不过也咧等县府甲原民会的评估通过了后，才会当来叮当。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中度风台灿树继续沿着台湾东部海面上北，整个台湾拢伫暴风圈范围。
北台湾花莲宜兰等所在，气象局预告过道的雨势会搁较明显。上紧来到今日半暝，台湾本岛才脱离暴风圈。中度风台灿数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风台警报，早起十点在花莲东北东边九十公里的海面呢，以每点钟22转18公里的速度向北边咧行煞，暴风圈已经包围整个台湾，包括北台湾和花莲、宜兰等等的所在，拢已经开始落雨。气象局预告，下晡的雨会更加明显，而且会持续到暗时啊。台风今天还是适逢中潮到大潮的期间，所以在低洼地区呢，如果雨势比较大又适逢大潮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会有一些积淹水的现象。气象局表示，在灿烁风台的影响之下，较有低延时的强降雨，已经针对台北、新北、基隆等等11个县市发布大水库的特报，其中宜兰、花莲、屏东是豪雨特报。气象专家分析，因为风台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目前透风也无介明显。不过等到风台持续上北，山里啊雨加入来了后，包括宜兰、新北市等等北部地区，会有一阵透风大水雨。西半部嘛要注意外围环流造成的影响。它北上的过程当中，它的十级风暴风半径有可能会碰触到新北市的东北角的地方，可能新北市在某些地方的风速，特别是靠山区或郊区，会风速会蛮大的。气象局预估的雨量大概有400到6700毫米左右，这是山区，平地的话倒是没有太多，大概都100到200左右。但是呢，它是集中在一个下午或是到今天的深夜这样下完，其实相对的敏感区域还是容易易致灾。气象专家表示，照目前风台行的方向和速度，如果灿烁风台可能会在12礼拜半的那卡道，本岛地区就会脱离风台的暴风圈，可能会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13拜一透早左右会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不过也是要看实际观测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灿烁风台影响，双北家人今日停班停课，风雨估计下晡到明仔透早上大。台北市预测的落雨地区文山区。店家一透早就开始贴沙包，台北市长郭文婷也下令，共享机车袂当出租，过道了后也禁止外送。服装店的玻璃窗啊，搭铁棚门口的所在，也蹲沙包做好防台准备。灿烁风台来啊，文山区被列为台北市落雨一区，一向闹热的兴隆路，店家大部分拢无营业。在台北市的七间成功三月分店和四间湾东所有分店也在十二暂停营业一天，台北市十二共同停班停课。台北市长官台阁下令，未当出售共享机车，中途过后也禁止外送。在之后也会再检讨一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不过本来专家规定是过中午以后外送平台要停电，但是要停多久，我想每个外送平台自己要风险管理嘛。安全才是第一的。中度风台灿烁侵台，暴风圈大转台。早起11点过后，新北市风雨真强。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这是新北市两年外以来第一摆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也是第一摆侵袭新北市的风台。下晡开始到明仔透早，也是风雨影响上严重时阵。从三峡、乌来以及平林、瑞芳、双溪、贡寮。这几个区域是最容易受到灾害侵袭最严重的地方，雨量在郊区也可以达到300到450，那频率是150到250。面对外界关心放假的标准，国民党表示，风雨原本就预测中昼过后到明仔透早较明显。放假是以天为单位，加上十二是礼拜日，放假决定就较放任。八八基共同决定放假，因为13透早风雨开始转雨，有机会解除陆续风台警报。侯友宜表示，目前礼拜日并无规划停班停课。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疫情，虽然昨台湾无新的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但是已经提醒民众袂当大意。国内也是有不明感染源的风险，医师建议可能还要观察14天甚至一个月，才会当确认这波 Delta 疫情是不是有受到控制。
国内新冠疫情在何无新增加本土病例，特别是各种新确诊的病例，基因嘛确认是讲阿法病毒株。不过，真侪医生还是烦恼讲啊，包括着各种新案例，新北市邦桥社区啊，佮幼稚园的群聚感染，啊，佮整修工人的确诊，都反映出国内有不明感染源的存在。变来把这抗棒抱起来，嘛是防疫的重要关键。只是我们到底透过什么方法来找到这些潜在的可能感染源？这部分其实不管是从症状方面，或是透过有技术性的去采样，来让这些不是透过普筛，而是透过症状性导引下的社区广筛，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方法。毛医生认为讲啊，不管这波 Delta 已经传入来台湾的源头，刚有吹到，还是要阁观察一段时间，只有可能啊14天，这可能到一个月，确认无新的传染来发生，才会当确定讲啊，这波已经刚有受到控制。我想再观察一两个礼拜，如果没有大规模社区感染的话，就应该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当然是社区里面有没有隐形的传染链，就是那一种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确诊个案，他追查不到他的传染源的话，会让人比较担心说会不会有其他传染链还在社区里面，那我们并没有被发现到，随时可能会被爆出来。医生也说啊，去年也有几十个确诊的病例是找不到源头，不过只要民众把防疫做好，或者疫情就这样结束，也是可以接受的状况。记者张志雄、曾志行台北报道。目前中央宣布立即警戒到九月二十，但桃园分局查到有肉燥馆偷偷啊违规营业，业者讲店内无超过50个人，只是开放大家来认识，但是警察当场制作记录表，而且相关单位裁处。二级防疫警戒到9月20日，八大行业还是要暂停营业。有民众通报某一间暂停营业的肉燥会馆，有人在出入，那就是违规恢复营业。桃园分局十一拜六暗时去稽查，当场查到内底有12个人当地拍肉燥。这边就看有在玩的啊，很明显的啊。我们刚来而已啊，刚来。我们这边一规定就是不可以开。业者无承认因违规营业，佮辩讲店内也无超过50个人，有符合防疫规定，而且店面嘛无开门做生意，敢若是开放予大家来做练习。佮有人客应讲，超商遐尔啊侪人出出入入拢会使，是安怎肉燥馆都袂用的？二级警戒期间，八大行业、休闲娱乐场所，例如麻将馆、博弈之间相关的都不可以营业。那你去个什么 Seven 什么，你再营业多少法啊 ？Seven 不是管制的营业场所啊。接获情资。称有麻将会馆在防疫期间私自副业，警方到场稽查时发现12位民众正在打麻将，警方立即制作记录表，并移请相关单位裁处。警方强调讲，照二级防疫的规定，肉燥会馆是属于禁止营业的范围，违规恢复营业已经是违反规定，警察当场写记录表，移请相关单位来处理。马浩玉讲，第二级防疫警戒期间，业者都应该了解，而且爱遵守防疫规定，避免加做防疫空棒。也让警方卖持续加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911恐怖攻击事件今年满20冬，纽约西部大楼遗址依照旧例举办追思仪式，正亲密啊，罹难者的亲属参政要参加。现场气氛严肃沉重。大家唱美国国歌，纽约世贸遗址现场正庄严。由于恐怖攻击事件满10年，上千个罹难者亲属出席追悼仪式，主要是用一个念出罹难者名字的方式来追思。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拢有参加。2020年9月11日，恐怖组织盖达成员劫持民航机，让世贸生态画面，甲即马依然深深印伫美国人甲全世界心内。这场恐怖攻击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当年的世贸上下原址，现在改起做两座大型的纪念水池，搁刻有九一事件亡者将近3000人的名字。水池边啊，放鲜花来悼念，也让伫边啊燃烛火。It just brought America together so well, and we seem so divided right now that we need something to bring us together, but not a tragedy.
美国总统拜登罕见一天来去当年三个对峙的地点，向罹难者和家属致哀，不过都没公开发表演讲，避免抢占焦点。那时候的总统小布希是出席宾州山克斯维尔纪念活动，同时强调美国面临什么来自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In the weeks and months following the 9/11 attacks, I was proud to lead an amazing, resilient, united people. When it comes to the unity of America, those days seem distant from our own. 多谢前的前总统川普，即天无出席追悼仪式，反倒在拜访纽约一间警察局，继续批评拜登撤军。It's a horrible thing that took place. A horrible, horrible thing.It's an embarrassment, and the likes of which our country has never been embarrassed before. 由于恐怖攻击了后，美国对支持者戒严和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展开报复。如今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也为拍二十年的反恐战争做一个结束。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看到印尼巴厘岛观光因为疫情受影响，当地保护区的米糕因为无门票收入，真实的经费减少。九十个饱就走去面提找食物，和居民真困扰。这阵狗无代志做，互相伫咧掠食物。巴厘岛这个米糕的森林保护区，伫咧过去是热门的景点，每个月游客差不多6000人。当地狗也真惯性甲人互动，因过受到疫情影响，自7月开始，国际游客无法度入境，唔久也暂时关起来。结果狗唔但是无人解饲，保护区也无门票的收入。饲狗食的经费减少，一挂狗就走去附近的村找物件食。kadang buka-buka genteng penduduk, kadang nyuri-nyuri makanan. Nah, yang saya takutkan kembali kera itu kembali nakal ataupun galak gitu loh. Nah, sementara belum semua kera di vaksin juga, vaksin rabies. 为了要挡这挂狗。村民逐天主动提200公斤的树枝和10公斤的香蕉，去园区饲只600只狗，希望狗卖过去因村内乱。Pada waktu itu kami berpikiran bahwa pandemi ini tidak akan berkepanjangan. Ternyata setelah setahun lewat, yang menjadi kendala sekarang adalah makanan monyet. Jadi awal-awalnya kami masih bisa menalangi dari biaya yang masih ada tahun sebelumnya. Nah, karena ini dampaknya berkepanjangan, kami merasa kesulitan.不过巴厘岛的民众也因为观光收入减少，生活愈来愈难，即卖当提供狗食的食物也愈来愈少。因正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和观光客回来，才袂阁发生人狗之间的冲突。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中油宣布，为明仔饭店开始，国内汽油、柴油的价格被降一格，调整过后，九二汽油的价格每公升28.1元，九五汽油每公升29.6元。九八汽油每公升31.6元，柴油的价格每公升25.4元。再来来看气象局针对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今日早起乌石港的海涌明显变强，外澳啊沙埔的雨也变大，但是所有民众搁去海边耍水。另外，伫市区因为上午只落稍稍啊雨，店家大部分有开店，民众是赶紧去市场买物件，做好防台准备。灿烁台风逐渐北上，全台的雨势也增强。而记者现在位在是宜兰的外澳的海滩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浪已经变得相当的大，雨势也逐渐的在增强，但却有民众跑来这边戏水，相当的危险。画面当中，因看到民众无顾禁止耍水的公告，伫遮咧跳舞，佮行向海边看海景。离外澳沙埔无偌远的乌石渔港，雨势从早起9点开始增强，大影是一波过一波，港口已经停真侪避风的船只，海巡队在沿海地区救防搜索，佮派人巡逻，呼吁民众唔通去看海影。气象局针对宜兰县发布大水雨特报，中昼过后雨势愈来愈明显，暗过市区透早就连山落雨，店家原本已经做好防台准备，决定要开店做生意。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没风没雨啊。我想到那就是去做给客人了，因为客人有时候也会跑出来啊。对，防疫措施还好，对，都有落实。在市啊，有南山的店头在做生意，有民众特别赶来买。
台风才要出来买啊，因为家里缺粮了，所以要出来补一下货。宜兰县政府宣布，十二国道客运、首都客运、大都会客运、哥马兰客运拢停驶，市区公车也是拢停驶，代替宜兰往台北对号列车在11:17进前拢停驶，区间车看方法进行机动行驶。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的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高3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岛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咱再会。